根据记载在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面的真实事件而制作。父亲走了，利腓就想统治我们，他令我们受尽折磨，统治这班人应该是我们的事，要杀了他。主啊，我兄弟的怒气，他们想要拿我的性命，主啊，我要怎么做？蔡母，卓伦，利腓，咩事啊？佢哋想要攞我嘅性命，我哋要同亲兄弟作战。主警告我要离开佢哋，要逃走入荒野里面。我去找小朋友。我爱你，我不可以走的。我好想你一起走。我真的很痛苦，我的心因为我的肉体而忧愁，我的灵魂因为我的罪而悲伤。我受到重重围困，因为诱惑和罪恶很容易就会缠绕住我。当我想欢欣的时候，心就会因罪而呻吟。但是我知道我应该信赖哪个，我的神一直是我的支柱，他的爱充满着我，甚至燃烧着我的肉体。我的灵魂苏醒吧，莫再陷于罪恶中，愿我的心欢欣吧，莫再向我灵魂的敌人让步。愿我的心欢欣吧，向主高声呼喊，主啊，
我要永远赞颂你。我的灵魂要因你，我的神，我救恩的磐石而欢欣。